以前我们九州了，这里南阳家里的大大小小吃。 那我做梅菜呢，就是1968年，1968年呢，我就刚刚跟新先生呢结婚的不久，那我就在铜锣湾煮啊。有一天呢，他就是，我先生说有一家梅菜是味道梅菜很出名，哪天晚上，哇，哎呀，这个菜呀，哎呀啊，已经臭了。 很冷，好冷啊，好难吃噶！我捞出来啊，就落很多盐，加满那个薄葱黄。刚刚那个时候是冬天。 冬天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个香港有的芥菜，我就把它做梅菜，自己吃不是的，就送别亲戚朋友，个个都有。在那个西方那个批发市场嘛，有个老板做啊，啊，你识做梅菜呀、啊？你早点唔讲，我包晒你呀、啊，你有多少钱，让你开多少钱，你就不买给其他的人啊？我介绍你。 去泰国会做这个菜，那我好啊，我那我就跟他到泰国去，那就做成功了。在泰国来玩啊，在加工过程。 过程呢，我没有在哪里看他们，我就说不好，不把它放进来寄给我香港，那就更加好。再来，我在加工过程呢，又分很多阶段。 最好呢，就是农历九月份开始放种，一年只有一次，把它呢搓搓，把它养起来，去晒的。我们的老墙。 白都很平，就不是在农田那里晒的，哈，因为那个要吃的人不能够在地下晒的，晒着一天有太阳了，这个叶子啊就白色一点，速度比较小，无菌作业机，这个成分好小好小，我弟弟应该敢撒嘛，我落撒然后。 只样做了3次就最少，热度不够，有5、6次。现在我在乌兰做了更加辛苦，会下那个冰，这就一个晚上的霜很厉害，我的菜就不用了。盖上来就时间长的了，那就窗口它自己的挡板，还给它慢慢发酵。 一天一天有兄弟，一天一天有秀，画出来，我看觉得好满意了。我们啊，不给你账，个人排队来同我买一次买菜。好，我给钱你，我们来拿。由于香港呢，共产党又进到香港了，跟很多在英国那一片各地。 他们就到外国去，他就叫我寄邮包给他们，他们就跟他说：“我们把你包，国内我们都有申请我的菜，菜给我买的，跟美国来买七个七嘛，一包嘛。”
家啲人工啊，好脆啊，好好貴噶。佢哋個個同我買馬，要計劃新鮮錢啊，我買到唔夠買。所以我都慶幸我諗唔到啊，要領高真係小小生意做到世界咁有名。我外面年纪大了，很想不做也不行，要继续做下去。你睇我只手，嗰是啲盐水啊，日行过来的盐水咧。你睇到我只手，做这行咧就是很辛苦，有时不好咧，我就要很留意去拍菜，过哪个菜就不行了，我就逼他们。倒下去。这个做生意呢，有时候呢，太多人紧张了，当然你菜越来变得你质量就差了。但是我们就靠我们有心脏，菜呢都很好。做人呢最重要，人家说你的东西好，没有钱涨都没有问题。人家对你这个信仰很重要，我很注重自己做生意，要自对的自己，也要对着人家嘛，要对着人家先对着自己，是不是？所以做张生意呢，嗰啲信仰有冇本身系好重要，睇你做唔做到，唔好呃人，系最紧要。你拿一包来给我，一包梅菜呢，这里就是两棵的，你就拿一棵出来，给你一个。